去接一下土豆妹呀，下午逛县城去了，逛得这么晚才回来，9点了。下午他们三个女的逛县城去了，这晚上9点钟了，他们回来了，我去老二家接一下我媳妇，老二跟庞姨后面也去了，把他们带回来了。我家离街上还有3里路，这3里路大晚上的土豆妹也不敢走，又下雨又刮风，好冷。今天这三个女的有1个多月好像有挺久的时间没去县城逛了，都忙着做辣酱，今天下午算是应该逛够了吧。平时去的话也是买点东西或者是干点啥就立马回来了，没怎么去逛过，今天逛了一下午加个晚上，估计该买的也买了，该吃的也吃了，该喝的也喝了，该看的人也看了，是吧？明天接着做辣酱。这段时间他们三个女的做辣酱确实也挺辛苦的啊，没有他们三个，光靠我们三个人呢，压根就忙不过来。要降温喽，下雪喽！拍个啥？你老婆不在车上拍？还我老婆！还你老婆？我没拉你老婆。哎哎。老婆今天把你特大出血，咋的？今天把我这个月攒的工资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娃的，这该买的也买了，该吃也吃了，是吧？来，你的面，我还不如一碗面哈，没面还不来接我。那必须的，咋拿不了那么多，哥？实在是吃了你就能拿啊？来，撑死你！来，这你们的。我靠，今天都是大购物啊，过年了吗？这双鞋子是我的吗？螃蟹嘞？再给我在里面吧，把我整个后面塞满了。弟弟，我的饼是不是掉出来了？饼没在里面好像。真服了这几个女的，购起物来真是没人性呢。哦，这个是我的，都是你的，你一个人买的比我们两个人都多。你再看一下车上。哦，乖。你再去看一下车上，麻烦你。今天新干的东西不要钱吗？啊？去，你报销吗？不报销。也没买多少吧。买了好多鞋。我后备箱都没塞满。全家一人买了一双鞋。醒了没？抱抱你啊！睡醒了没？妈妈。宝宝。你这个床单都不铺一下，我的妈呀！我找不到床单。这离了我得怎么过？我有妈！我不是垫了一块布吗？我去！昨晚用掉床了。今天晚上给他垫尿不湿。不用垫，我儿子不用垫尿不湿。我打他。儿子撒泡尿很正常，大人有时候做梦也会撒尿嘞，比如小孩子了。我尿过。做梦就是比尿尿比赛就尿出来了。肯定要比赛，还要睡是吧？你的水果茶喝不喝？大林啊，这一下午的战果。你买新鞋子来吧。我的面呢？我吃面。来，走外面。让他给我打包了一份炸酱面呢。都坨了，这不久了。